有些汽车驾驶他在开车门的时候，他是完全没有在看后方有没有来车，直接啪这个门就直接打开了嘛，这真的是非常危险。最近呢，网络上就有一段影片，他就拍到了，哎，这个轿车他是行经屏东市建国路的时候，他当时就发现，哎，这个路边的这台车，他就突然这门就打开了，导致后方车辆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，直接撞上，把这个门给撞凹折损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影片一出之后，网友留言都说好疗愈哦，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。脸书粉丝团八卦村19日分享一段2022年10月29日的影片，事发地点位于屏东市建国路，路旁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得相当突出。当时后方一辆自小货车驾驶准备通过白车旁的路段时，对方的车门却一瞬间打到全开，让驾驶完全来不及反应，撞上后直接把车门折弯。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于2023年2月20日上午表示，双方皆无酒驾行为，车损部分由双方自行处理。影片上传后引来网友热议，如果是摩托车，可能又是一场严重的意外，违停在先，开车门又没再看，真的是被撞活该。接下来带你来看一段惊险的影片。广东省一位驾驶日前开车冲进水果店，买个水果有必要这么急吗？不过女店员的神反应让许多看过影片的网友都拍案叫绝。日前，在中国广东省江门市，有辆白色汽车爆冲进一间水果店。据了解，是驾驶误把油门当作刹车，所以整台车直接往旁边的商家冲过去。监视器画面拍到店内的店员发现有辆车撞进来时，他迅速地往角落靠近，躲避汽车的撞击。店家老板表示，损失会由保险赔偿，而水果店也已经恢复正常营业。好，接下来带你来看到，在台湾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一辆车来方便代步，那这样也让大家感叹说车位真的是一位难寻。这位网友分享啊，在新竹的丛林乡一处路边所见到的停车神迹。什么神迹呢？就有驾驶为了将车辆对停进白线内，竟然直接把车辆骑上护栏内。是，对，那让不少网友就看了惊呼连连，甚至有人猜测这应该都是被检举达人所逼出来的。日前，一名网友分享在新竹县琼林乡路边所见的停车神迹，有两辆停在路边的车辆，疑似为了不让车身超出地上白线，竟然直接将右侧车轮骑上护栏，车身一边倾斜，另一边更是完全腾空。原po将照片po上脸书报废公社二馆，让不少网友看了惊呼连连，写道说，身为琼林的乡亲，我很抱歉，我还没有学到这一招。甚至有网友猜测这应该都是被检举达人逼的。新竹县横山分局表示，该路段因路面线右侧约 1.5 公尺宽，车辆于路外并以右侧车轮停上水泥护栏的停车方式，目前尚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等所列禁停方式，但警方也表示，若有损害公务情形，将会转报养护单位进行处置。白沙屯妈祖的9天8夜进香之旅在昨天结束，而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进香的过程中，有一名阿伯他小腿萎缩，无法跟上速度，于是自己夜行，甚至有货车司机见状暖心为阿伯照亮道路，还陪伴跟随前往北港朝天宫。消息曝光后，阿伯的故事感动了许多网友。阿伯双脚裹着纱布，一步步缓慢跟随妈祖进香，大货车随后保护照亮道路。一名男网友17日在脸书社团白沙屯妈祖全球徒步联谊会po出照片，表示有一位阿伯满身走在云林县145县道上，照片可以见阿伯后方跟着一辆大货车随行保护着他，并照亮前方道路。
而这个暖心画面也吸引许多网友关注，大家都被阿北的虔诚及毅力与乡客们的善良热心所感动。元PO也在留言表示，后续有一群人在后头随行陪伴阿北，他非常平安。原来该名阿北因为小腿萎缩，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的速度行走，但还是用厚厚的纱布裹着双脚跟随妈祖进香。有网友透露，阿北已经跟随白沙屯妈祖进香第8年，跟随大甲妈进香也已经24年，相当虔诚，也极有毅力。今天呢是农历2月2龙抬头的日子，同时也是土地公的生日。那在这一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来告诉大家，哎，有5种食物，你坚持的话是可以开运，你会龙威大发。为什么呢？首先来看到的是春饼哦，因为呢这一天的饮食很多都是以龙来作为起名的。他们就说吃春饼呢，其实在习俗上就像是吃龙鳞，他就说春饼那个圆圆的饼皮就很像龙的鳞片，所以要吃春饼。然后另外还有吃面条，因为面条就像龙的胡须，所以在吃芙蓉须，然后吃米的话呢，是吃龙子，海子的那个子。然后如果是吃馄饨跟饺子的话呢，就是吃龙眼，眼睛的眼，还有吃龙耳，耳朵的耳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，哎，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这个传统习俗里面居然有一个爆米花？因为爆米花呢，它人家说这个是金豆开花，所以呢，你在这一天吃这些食物的话，不只是非常好的兆头，而且传统习俗上说你这一天会龙运大发，龙威大发。所以五样都吃的话，就会很非常的发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些习俗，他是说为了是要唤醒龙王，就祈求明年可以就是保佑风调雨顺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哦，同时也是官运、官气跟财气最强的一天，我们要告诉大家5步骤来引乾隆。要怎么做呢？首先你就准备一个圆形的碗子或杯子，然后你顺时针的来烙一下这个神明的炉啊，或者檀香来净化一下。接着呢，你就在这个碗里面就放5颗或者是3颗或者1颗的这个圆形石头，然后另外你要记得要去银行的饮水机哦，要在银行的饮水。机装1小瓶的引乾隆水，然后把这个水就放进这个碗里面，而且要放在家中的财位。放了7天之后，你今年的这个财运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提醒大家，现在还有下半天的时间，赶快去银行装一下那个水，装回来，来帮自己引乾隆一下哦。要记得这个小 paper 哦。